Hello surfers, welcome to the Movie Exclusive webcast. Today we have an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Mr. Francis Ng and Mr. T Long from One Last Dance. Enjoy. 我用中文，对，可能会拍。好，来，我就就就，因为这部查武是那个巴西的导演，所以你觉得，反正跟香港、洋导演跟香港导演的拍摄工作方式最大的不同在哪里？我就永远有一个笑话嘛，这个人不，他是一个 mix 嘛，他是跟 Germany 跟巴士的一个混合那个产品，所以早上他开工的时候就很德国人了，就我们要联系的道具啊，什么这个杯的角度啊，喝一口是，刻剩是要上 4.5 inch， 他就要记录上来，跟你再刻一口，换镜头就变成了 3 inch， 他也有continuity， 对他很重要，德国人嘛，德国的桌球，德国的桌风。但到我们拍 daylight scene 的时候，早上时间很多，但到黄昏出现了，他就巴西辛巴舞出来了，我的天，我的妈呀，这个来，快，forget，我的观众不管你说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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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龙。哎呀，电影圈更奇怪的人都变恐龙了。他是一个很好的演员，对，他本身很喜欢演戏。那么他拍过很多这个商品，这广告，很成功。那么他把剧本整个都是他个人创作，而他能够说服这个老板，这个Danny Yun 给他投资拍这个戏，那希望这个戏能够把这个新加坡这个汽车品带进这个 international 这个，所以他是有野心的。那么跟有野心有要求的导演的合作是演员最大的福利。那么常常他会要求，而且一个镜头他不厌其烦从四个角度。那我们为了配合他，因为他是他一个踏脚石嘛，我们尽量配合他，尽量让他感觉到我们这个演员这个手份，演员这种手份。那么戏出来，我也了解他后期他做了很多工作。这个戏希望能够带来新的一页，能够带来新的一种感觉，感觉看上去。因为在新加坡投资的电影，这部比较挖人的了，很多的那个不像新加坡人出品。这个我们本身本地导演的对传统。然后因为你在四周之演。杀手，你是演警察。你们有没有什么你们从哪里演？你们怎么演这个角色？你们有没有什么用哪种方式来演这个角色？警察跟杀手两个很不同的角色。他戏比较多，所以他戏比较多呢。他是整个戏的蝙蝠。站的蝙蝠比较多，他现在挺好，他就没有，因为现在已经开始躲懒了，都不研究那个角色了，就看完剧本，很多时候都看见那个整体的形象，外面呢他会什么态度，他怎么做，里面的想法已经都看完都出来，只是把我看见的重复一遍放在那个电影里面去表现，有可能我现在再看一遍那个剧本，有另外一个形象出现，就我不管它合不合理了，就是因为太懒惰了，就直接就搬过去，因为这样就会有一个灵，不再根据理论去分析啊，他有父母吗？他父母是他是孤人吗？就演出可能会有点做作，会有点逞强，就好像如果这个导演再重新拍一次这部戏，他不会从四个角度来拍，因为有些是浪费，所以我们躲懒的人就想不想浪费太大的力气去演出，所以就现在就起码用这个方法。他这个杀手就看起来像一个很帅气的警察，
我这个警察就像一个无赖，反过来，反过来，所以这是没有标准的，哎呀，没有方法，对对对，这把我们过去这种传统的立体的这种这个脸谱脸谱化的表现全部放下，他要让人家有个惊喜，对吧？他去杀人是理直气壮的。他理直气壮的去棒棒棒，那我是出来是很没主见的，这个怎么办？那就吃了牛肉面好像都没吃饱了，就开工了，好像每天都不饱了，每天都占人家便宜啊。对，每天那个小那个这个卖私烟的烟姐拿一包下去给钱，那个都是这样。他要提供一些新的观点、新的趣味。不是警察就是好的，对，贼就是坏的，对，那种对，所以这个年份、这个地域。也没有特定，但比如说像一个画画的画家，我说这个 abstract painting abstract 留下很多叫抽象，留下很多想象的空间，而且这个可能就是想象的空间会让观众沿着练从业员再往前多走了几步，因为他敢，他第一个吃螃蟹的，所以一定很勇敢，他是第一个吃螃蟹，这是我要感谢那个运。这个的 Daniel Yun 能够对的能够这个投资，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巴西足球看很多了，巴西里面果然是第一次，对，巴西的果然是这个不依球里出球，像巴西有比利啊，对，还有那个 Madonna 上帝之手啊，现在还有那个劳拉多啊，呆了，很精彩的人才，很看导演什么，对。巴西人，然后有些人觉得这部戏有点暴力，所以你们对在电影里面表现暴力有什么可能？因为你需要去用暴力去给人家宣传那个非暴力的情绪，用最脏的地方拍最纯洁的人出来，对比了，就是这个很土的方法，这大家不理解的。其实他这个暴力整个戏来说，我还是觉得很有节制的了，因为他是 instant die， 并没有折磨 torture， 并没有 torture， 并像我们拍张震导演的戏，他打到那个墙，藏一条条出来，他摆回去，他跟天牛，他跟天牛就是有个 Q B 就是这样啊，一个手断了一个，还绑起来打一个，那么他这种是把这种延长 longer rim。他这 sustain longer， 他延长，他这个没有，他出战出去，而且在这个新加坡的尺度也不允许过分的衰弱。他的血也用那 animation 拍出来，对不对？没有。然后呢？跟两位跟美女徐若瑄合作有什么感情？他有我没有，我是只是两个对面。希望你演他的角色没有火花，因为我的身份就像徐若瑄的公公，我叫爸爸这样，所以他负责代表我打。所以你是当他是一个一个女儿这样拍的。对，没有，因为徐若瑄是一个每个人的性感的幻想的对象吧。但我最想讲的就是。可能有些太太会蛮怕的老公跟他的合作，但是结果我太太就跟他成为好朋友了，我认为。所以有些人你不能看他出过什么书、演过什么戏、演过什么电影，你就表面去看人家，或者深入一点，你会更能加理解，能不能跟他成为好朋友，或者会不会发展一段友谊存在。尤其是徐若瑄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啊，就是跟我老婆成为一个很好的朋友，所以就是我举这个例子，就是不是要其他老婆放心，就是要看人，要真的去认识一个人，对，这样。我补充一下，就是说，因为这个戏能够跟那个新加坡一些年轻演员合作嘛，对。那有句话，我跟那个演阿高的那个演员。这个他很用功很努力，可是可能有时候他会给导演去误导，他演的有点重复，有点，但是他的角色是这样的，所以他不要气馁，他已经演得很好。所以他们还有一个演哑巴的那个身体很壮的那个虽然是没有对白，但他也这个也就很天分，这个演得不错的，家人们要继续努力。好，两位蛮
都很资深，跟蒋大为那个年代啊，所以你能比一下以前的拍电影方式跟现在的拍电影方式改变了如何？你用大哥来讲吗？以前跟现在都是拍电影咯，那么以前那个机器没这么精细，而且很多动作都是土法炼钢，这没有现在用数码用特技啊，这个切电脑千军万马，还有没有 playback？ 没有 playback 啊，对，现在它完全可以 playback， playback 现场剪接。对，就我拍一个韩国导演，他整场戏他现场剪接，马上知道他这个要求有没有达到他的水平，没有达到水平，他继续再拍。所以这方面是补了我们就不足了。那么现在能够成为好导演是机会高很多，因为你可以把所有好导演的戏都全部集中买回家里，三天三夜就看看看看，你一定会看出一个道理。为什么他们研究外国电影，他们打的动作，他的声音啊不会变成噪音，他一拳砰，他中了之后他必然轻，他不会重两个重的声音打在一起的，这个已经是历史了，已经没有意思。所以他们是经过well calculate， 电影就是一个 well calculate， 你要计算精确，专业，就不要浪费时间。比如说一个镜头四个角度拍当然好，但是会浪费很多钱。如果要吃饭，我要吃四碗，拍完这个镜头我完蛋了，我哭我要哭四次。但是这个理论是全在的，这理论是全细部机器同步 rolling 就可以了 ，modicam。但是这个带进来是好的，在美国这样，他们一个戏可以拍半年。哎，他们收的是美国片酬，而且他上的时候还有分红，全世界再上的时候，他们的制度保护了他们。但像我们东方演员，如果像人家每一个戏都四个字，四个字，很浪费钱，让人感觉还没有把握，啊。实力这个最后一个问题，你们希望观众能看了这部戏之后会带着这样的心情回家？这个我真的不清楚啊，每个人看戏都有不同的情绪。就我想，起码在新加坡人看完这个戏，他觉得这个是真的我们新加坡公司的 product 吗？对，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看得骄傲。对，应该是可以这样讲。我想一个新加坡人嘛，要支持新加坡电影，因为这条路是走出来的嘛。如果越多人支持，他的起步的越稳健，走上去越可能信心越好。我新加坡观众应该支持新加坡电影，在我们从香港过来，我们也支持新加坡电影，因为我们也希望多点交流，多点互动，让这个电影带得更来更愉快更健康。好吧，谢谢。